们下一站是去哪里啊？吃东西。哦，不是，饿了吗？饿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不会饿。No.还没饿，还是饱，还是石目鱼丸在那个喉咙。没有，这一站的在下一站就可以吃到小东西。干嘛？小蚊子。小蚊子。这样。哎，等一下那个相机给哪里？对啊，我要给你啊。我们一人负责一台。其实会拍了以后啊，底片机也没有这么难啊，因为其实那个光圈就那几个，你把它记起来就好了。就那对应的几个光圈，你也不用再试其他光圈，就那几个光圈。哦，讲到这个，林伟是高手，真的。我们在海南拍的时候，他就是拿着那个对啊那个大炮，哎，等我在海边拍了好多好漂亮的照片，真的哦。哇，那我知道了，有一个，那我给你一台，因为我刚不是买三台，一台给你使用。好，我试试看。现在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是现在台南的高中生很爱去的地方，这个许愿所抽签，就是这里，这里吗？对，他这边就是。我这里再倒退几步一下，我想帮你拍一个抽签的。突然拍这个工具，而且刚好这边是可打，对，而且上面还有地方阿伯。是，我刚才故意的吗？不是，我刚才看拍完才看到。我拍完才看到，全部都是啊。对，它其实是自助的概念，对，自助抽签。哎，十二星座，娟姐是什么？摩羯，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就是有工作狂啊，专门。那我呢？非常准，一边工作一边吃饭是啥意思？是，更累，累休息一下。那我是什么？和朋友一起谈论别人。我是双子座。我是狮子座，睡觉时说梦话。会吗？来问你也不准。对啊，其实也蛮妙，它是无人自助小店。对，人家我就自己抽，抽完之后如果运气好，就会遇到老板帮你解签。爱情，真的？挖机概念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月老签、事业签。好，事业好。嗯，好，你先问。问谁？Hello。没有，这里有写教学：右手投币，左手取签，诚心求签，莫想问题，投下去才能拿签哦。嗯，这样子哈，斜斜的吧。斜斜的。嗯。有吗？哦，好。哇，他转这么久。谢谢。哎呦哎呦！那你就来个月老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好好好，完成你的心愿是。好，这是左手，是这样子甩出来吗？应该是需要一个。需要工具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用吹的？吹剑。真的有吹的，真的这样吹。我的是月老，我唯一一个月老。可是你知道，他虽然跑出来是上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是你差不多90岁的时候才会结婚，蜡烛已经烧，风中残烛，你知道那意思吗？就是让你是不是，不是，所以不是，所以我在很，我觉得那方式他这样写，可是他给我上，然后聚成灰，然后他全部都99哇，九幸运指数，我不懂，缘分指数99，暧昧指数99，可是幸福指数居然69，什么意思？缠绵指数99，就是人家只做一次的，你可以做99次，约会成功指数也是69。蜡炬成灰泪始干，那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写照。我们家是鹰豆，对，这是发豆，它更小只一点，对，对，它小很多，体型小很多。我那个40几公斤呢、啊。哇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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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我的行程会不会过度轻松？不会，很有趣。我台南人，你安排的。这么多行程，我只去过一个玉屏，对，其他都没有。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安插一个，
因为很近。哦，可以吗？怎么突然？你肚子饿了？没有，就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凉面店。凉面店？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是上次挚友来录的时候也有去吃的那一家吗？对。哦，好，我想去。你没有吃过凉皮吗？娟姐。哦，凉皮。因为台北几乎没有。嗯。是凉面的凉皮，它也不像凉粉那种，是凉皮，超级好吃。因为上次自由去过嘛，然后我那个北北也很照顾他们，那是我是每次来台南都一定会去吃的凉面，然后我想分享给我的伴侣们这样子。奶奶北北，二公，同庆，欢迎。好久不见，你来台南也不来看我。有，他们想说来台南就一定要带他们来吃一下。来，赶快，你们开这个过程不能来，进来坐吧。我店很小，看你们来，我可以开。我有看到自由照片在这里，对，要给他们这张照片。我看我下次能不能扩张营业，你们来，我看我就是宏图大展。一定宏图大展。所以从小，对，看他长大，没错。他爸那时候在做那个，在台南中国城做那个衣架模特，就是服装店的。是。啊，我在他爸那边帮忙。嗯。啊，我儿子每天带他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店里面玩。那个家我很小，差不多三四岁，但我印象很深刻，很恐怖，因为楼上都摆模特，就是都不会动，人形啊，就是。所以我都用跑着下楼，听到很多就滚下楼，因为太恐怖了，就觉得会害怕。这些模特在看我还是？好吃，对不对？你要拌均匀哦，不夸张。我每次只要来台南，然后有外带给朋友吃，他们都超爱。好吃，真的。都给你们弄小份的，要吃完哦。不出来的话就表示不好吃了。好。像您这个凉皮是倒在那个，我是一个盘子上，在水上面蒸的啦。哦，蒸，对。就是一张皮大概只能蒸出来做好的话，只能做一碗面。所以说他很辛苦啊，半夜要起来蒸，因为你哦，谢谢。你想想看嘛，一盘蒸好了才能做一碗面。嗯，对。他一个晚上蒸多少？辛苦，这辛苦些的。嗯，哇，功夫姐，很好吃，功夫姐。来，贝贝。自由。哎，那你们这一次的阵仗比你上次的阵仗还大，因为啊，真的啊，这个哎，你听到没有？没有视讯了，我给你拍一下。好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新年快乐啊！好，有时间的话，跟你老公就一起来了哈。你等一下，那个林伟哥，Hello， 挚友。Hello， 我好久不见，我刚才问你老公，说你老婆要不要来，他说不知道，下次我们一起再录影啊，录同一个节目，有机会的话，您等一下哈，好，还有周小孩呢，嗨，挚友，还有娟姐，你好，我是王淑娟，娟姐，你好，我是挚友。从早米柜开始到凉面好像是我第一个把它吃的干干净净的，我其他东西我也都没有吃光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压力挺大的，所以我其实都有点吃不太下。那刚好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安插进来的，我觉得当下就有点小小的放空，而且因为又是明威他本来就认识老板，那个安插对我来说是一个短暂的小休息。一二三。很好，你传给我就好了。没有，这你的手机啊。你传给我。我忘记了，我有说你要传到张家群组。我有传，我刚刚拍的传到群组里。好。对，你看我还在他们家的群组里面。哎，我觉得这样认得我哎。啊？他认得我。我奇怪，怎么周小涵从我面前经过？我说那个不是周小涵吗？所以说我有关注吧。对，真的。他只要有他 FB 的，我都会给他。真的哦，你都没有看在，你从来没给我回来，姐姐，谢谢你啊，加油，是吗？不然你从来不看我。哦，好吃，它的凉皮真的好吃，真的，一锅锅这样蒸会蒸死，所以他才每天做很少啊，因为太麻烦了。哎，这里有温体羊，真的现宰羊肉系列。你看我不会台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。
我们巴德路不有一个卧宰羊嘛，嗯，然后我就说他上面写来了就宰羊，我说来了怎么没有宰羊啊，来了就宰孽，宰孽，对，宰孽就知道了。对，下一个行程也是吃吗？下行程去看个表演。表演哦，是不能说的表演，惊喜是吗？还是可以很好奇？在个茶楼里。哦，到了就是。到了就宰羊。到了就宰羊。对，宰羊。到了就宰羊。现在带大家来这条恭候街，恭候街据说是以前老府成人活动，就是都在这个恭候街这附近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，它也是一个古迹，从清朝到现在，清朝的141年，清朝的事情真的伟哥不了解。我穿越回去问一下，回来跟大家说。到了这里，永乐丁古茶楼，这个是古迹吗？看一下，这看起来不是古迹啊，是吗？光绪四年，超过140岁的了，140岁，对，没有，你看那墙就知道了。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永乐亭古茶楼。我们这栋建筑物呢，它曾经是建于清德宗光绪四年。各位现在所在位置呢，就是第一个天井。早期呢，天井呢就是作为采光使用，而且呢，我们这栋建筑物啊里面最特别，而且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红砖墙。哦，你们刚一开始进来注意到的红砖墙，对，这个红砖墙呢，它是100多年前就存在的，而且这个红砖呢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砖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比较长，它比较长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如果把它整块拿出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是一片趋近于正方形，它除了平放之外呢，它可以立着放。那立着放之后呢，其实呢，它里面就产生了空间。在一些这个没有银行保险箱、没有金库的那个年代，之前的老奶奶们呢，她有一些嫁妆啊，她有一些金条啊、金饰啊、金项链，她没有地方可以放，她就把它收藏在这个墙壁的空隙里面。所以这种墙壁斗子器，它另外一个称法叫做金包银，阿嬷天然的保险箱。哎，没有错。以前还没有水泥啊。这那怎么把它粘得这么不会有问题，还能100年屹立不倒？那真的很棒，我觉得。那就是我戏里的场景哎，因为我们戏里是搭出来的。今天在那个二楼看到那些照片，就是哇，就是还原那时候的拍戏的场景，就觉得很兴奋，就觉得那时候建筑真的超美的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边请。真的是剧场哎，真的哎。那呢，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我们的茶点呢，也是台南非常有名的，然后也具有代表性的茶点。首先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颗这个圆圆滚滚的这一颗，这颗是台南的碰饼。那呢，这个碰饼呢，早期呢，台南的妇女在坐月子的时候都要吃这个碰饼麻油嫩。人讲我加两个碰饼麻油嫩，会使多几碗麻油鸡哦，所以就厉害就够哎。中间的部分呢，这是我们的茶香松糕。那这个茶香松糕呢，是茶叶把它磨粉之后呢，融入在面粉当中，所以呢，它的松糕吃起来呢都有这个茶香。那另外呢，还有我们台南非常代表性的这个立刀碰，这个布丁呢也是在日治时期明治维新，然后呢同时也是台湾的大量西化西式的东西引进到台湾，成为甜点的一部分。最后这两颗小小的这个打谷饼呢，就是结合了石谷的特色，像谷一样小小的一颗，然后呢结合了油酥饼干的口味，然后呢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小点心的感受。那呢接下来呢，就欢迎大家可以一边享用点心，然后呢一边来欣赏我们的到最后的主题金时光。谢谢。Thank you.
阿迪，欢迎大家来到古地楼。贵宾呢？哎呀，哇！真正我唔知道大家从倒位来的，台北，台北，台北来的朋友，哇！大家放假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台南，就是要买东西、吃东西，买东西、吃东西、买东西、吃东西，哇！所以现在要带大家来去逛街喽。讲到这个逛街，吼，就不能不提到，你知道我们台湾第一座百货公司，吼，这我知啊。就是我们台南人的骄傲林百货。哎呀，打错了，差一点点。1932年哦，台北的居元百货哦，在台北正式开幕营业。啊，两天之后哦，林百货正式开幕。我觉得那两位老师非常了不起，因为我们都是艺人，他们在艺人面前表演，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，而且他们还能够表现得这么好，我觉得真的不容易。你刚听得懂几成？他都听得懂啊！哦，真的、喔？对啊，你我都有台南人嘞。你有听不懂吗？我六成多吧。哦，我大概八成。哦，先抽，不能给别人看到。哇，这么近！倒抽一口气。好，有一个所在哈，内底有足多。我拄着讲过的小提琴啊，吼，还佫有真侪的乐器，都爱买票。几个字？五个字。奇美博物馆。呀。哦。厉害厉害。三个字。好。阮透早有去过，一个去的所在，就有名的，就最好食的。你米粿遐叫什么？三个字。我好吃。对，虽然讲得很小声，但是讲对了。怎么说你这菜？因为行程他最清楚啊，而且青美博物馆是我今天来台南每次都要去的地方，所以刚讲小提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鬼耶那个，那我讲众所期待，我讲你就都混搭喽，混搭，我记得所在，梅艳玲都贵几贵几这个贵几，我讲里边，贵几啊，贵几。谢谢，第一个 ，Number One， 加几粒，算了，五加五五粒呢？最后一个字好了，先，嘣，嘣，坠，掉。烟火炮火箭炮炮，最后一个是炮，对炮炮台，最后一个是盐水风炮，盐水风炮，对对吗？啊对，我刚先讲，也行，变比手画脚，对，不会台语，好，是耶，你头两个字是什么什么狗宝。嘛是家就有名的古堡，古堡，安平古堡，安平古堡，安平，你讲英文，安平，庙，安平，安平房，安平卯，安平饭店，安平旅馆，就想的草哎，你是骂脏话吗？他说里面有那个草边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是，第四个字是啥物？间房屋，安平老屋，安平屋有这种东西？灰车，安平车，还是什么？灰草，啥物无？灰草啥物？花草什么没有了？花草巷弄 ，no， 花草三角屋，安平顶屋。最后一个是乌马的，长的几类名片，安平埔树屋，有这个地方，有有哦，树很好讲啊。我刚为什么一时想不到要讲？加密的时阵弄的。哦，那
我们好像最输的是伟哥。对对对对。不如就翻个后空翻给你。好，来来，舞台在这里，要表演一下。好，你说。那就这段给你请。啊，真的可以吗？好的，有在请，解决的致敬，都是小事，都不是。其实我是完全不会讲，就是我以前的戏也都是全程配音的，我的周遭的演员都告诉我说，我拜托你了，你不要讲台语，你就讲国语行不行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讲我们都一直在想笑，肺快要弄炸掉了。我们晚餐就去国华街买一些当地的小吃，那我们回了民宿吃，因为民宿很漂亮，是我之前来的时候住过。好哦，好哦。好，但节奏气温今天你要住的所在，你来对来对有几张大球？哎，大球，大球床是什么？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哟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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